我都包，去年好像包10万吧。刚才只想玩龙女都玩不到、欸。好啦，来把无极放送一下。这个无极够意思吧？不要说特哥很抠，说要送耳机都这么选这么强的。我们亮个无极，这只够送吧？啊，如果无极剑圣还送不了，那我也没办法了。抽抽抽抽抽好抽一点，因为退取被拔勾勾啊，因为我现在在退取，它是一个独家约，对，它是一个独家合约，它没有办法接受我在 No Life 开，所以但 No Life 没有限制我说不能在其他平台开，它就是希望我可以固定拿每个礼拜开个两三天在那边这样子，这真的是死赢排场哎，没有人要帮我挡红哎。帮打啊，兄弟！吃宵夜是不是？先砍一刀再 Q。你是打不打、啊？我砍五刀了，你一下都没打。等于爽了没？等于爽了没啦？等于爽了没？你可以刷别的符号吗？你可以刷那个弟子符，弟子符。我不想听到那个鱼字。我听到那个鱼字，我就想到一个人，心情会不好。上警局告人有诀窍吗？没有，就是你截图要准备好，让警察跟检察官可以方便辨识，对，你受到委屈的这个证据。法律讲究的是证据啊，所以你证据准备好，身份证拿了就可以去告了。假如有头线呢？妈！这么强，牛逼兄弟！兄弟，操作一波，可以呀、啊，兄弟！哇！点子，我快受不了了。请你们适可而止好吗？请不要干扰我这个细腻的操作，还有打野的思维。如果你以为你一直刷抖内语音吵我，影响我的操作跟判断，就可以赚到五只耳机，那你太天真了。那你真的是太天真了。我是不会受到这些小小的语音所干扰的。我在跟你谈的是海洋。你在跟我聊漱口水杯？请起来。哦，这个动作我有看出来是在 bait，我处理。哇，他们 CC 都中两波的、欸。刷掉。哇，这水球！扔了又扔，扔了又扔，扔了又扔，有这招？不是啊，如果不是那个波浪图一直吵，我早就扭掉了。我是不会受到这些小小的语音所干扰的。我们正式的上了六本。狡兔三窟，狡肉三窟。注意他，注意他，下课喽，同学，下课喽！啊，翻这个推什么意思？来，卡丁，卡丁，卡丁，来，请起来，请起来，鬼子三连杀！闭嘴！输不了啊，这耳机下辈子吧，你们下辈子再来找我拿吧。城主兄弟，爸爸来了。爸爸来了。
爸爸来啦 ！Kill， 差点就赢了。哇，他那个转又转好了啦，那转真的超级看着我的。我觉得我必要找一波时间买个头戴刀。哥哥过年都包多少钱？我都包，去年好像包10万吧。但我觉得包这个有点好笑，其实。对，我的钱都会给我妈，像我去年应该给了我妈，应该拿了200给我妈有啊，是不是应该这样？是我过年我永远都不要给我妈钱，然后过年一次包100万给她，她应该会比较爽，会吗？会吧？发飙！我出力。哇！被带走。心疼你兄弟。哥哥加油，输起来！干嘛？等下，补我一下，兄弟！啊！这个逼真的很痛哎、欸！但是我们这不拿到小档了，没事，不亏。不要来支援他们一下，阿丁一定会到，欸，他会只用阿甘诺，他非常恼羞，我来出力，请起来，请起来，贾克斯，可悲，可悲，没喽，打直接点掉，求你，阿丁来了，完美。完美！我这波支援真的是细节，卡萨丁被我 read 到屁眼里去了，屁眼几根汗毛我都1200左右。嗨，今天过得好吗？哦哦哦！哦哦，你真的 Q 上来啊！我天啊，你真他妈 Q 我哎！我刚刚只是想要测试看看，看他会不会飞我，看他会不会捅我一刀，真的捅啊！那真的捅的话，我就不客气的收下这个头了。特哥出死帽，哈哈，出死帽，哈哈，真的是哈哈！一大师出死帽干嘛？哎，以前还真有 AP 一大师哎，远远玩过吗？那时候中路 AP 一大师超好玩，我超喜欢玩。死者尖角，我觉得很烂哎。跟你们聊一下边际效益，英雄联盟是有边际效益的，就是你们仔细去观察，当你跑速到了400之后，本来你会加100跑，假如有一招技能会加100跑速，到了400之后呢，你放那招技能跑速只会加80，然后到了500，我详细数字我忘了，但反正它有个间隔，到了500左右，你加100跑速的技能，你放上去只剩下50而已，它是有边际效益的。你理解吗？所以你出太多有跑速的东西，一起出的时候就，哇，空大，电刀也不错。可是你仔细看哦，我攻速要破表了。我如果出电刀会发生什么事呢？来，我现在没有开大，就叠龟缩。你看我的攻速2.1了。我 2.1 再出电刀，我的攻速就 2.3 或 2.35， 然后再开大，我攻速就破表了。那破表的攻速就浪费了嘛，所以电刀有一些能力值被浪费掉了，所以就等于钱浪费了，钱浪费了就等于你没赚到这些钱，所以不要买。其实你可以算一下我的白字，我白字的攻速是 0.679， 55% 就是大概 0.4， 所以我开大刚好满哦。你看我鬼手点满 0.21 嘛，我开大会刚好。等推。你看我攻速 0.211， 所以我开大会多 0.4。我不知道你们刚好注意看，我刚开大攻速应该是刚好是2.5。
对，如果我的算术没有错的话，你们直播都可以往回拉嘛，你们可以看看，有兴趣可以往回拉看看，看我是不是开大鬼锁叠满，刚好攻速 2.5 2.48 嘛，对啊，那没错啊，我数学不错吧，这配装是最完美的，然后我的升级，我只要再升两级，我攻速会刚好 2.5， 完全不会浪费，就是易大师这个最好的配装嘛，我觉得。因为易大师现在一改成会给你直接的增伤，你鬼锁加上易大师本身的被动，砍人可以砍很多的增伤，加上征服者会帮你吸血，砍起来蛮牛逼的，肯定要给太太，玩得好太太。